盐一点点啊，然后放葱头和它的油，这个木薯粉之后，你要叫我什么几多几多什么几多什么，我是不会的，我是这个是盐呢，不然等一下看到碰什么东西，你拿水写给我。那是海洛因。来拿过来这边。这是我弄的大葱头。我们跟他搅，弄均衡它先，把那个刚才放下来的那些调味料咯，先调均衡先。别帮忙。嗯，别帮忙吗？葱头油还不够。盐呢？盐不要，我放就可以。那那个粉没有搅啊？没有，那个要等我这边搅好先啊。好，那最后啊。我这最后的弄均衡它先。对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只要有看到拳头了。问他们的分量没有这样多吧？没有啦，就说他重点他要知道我的程序和我的配料是什么东西。那配料是很简单的，对啊，这样弄给它均衡了吗？弄均衡了，你就放木薯粉。阿珍爱上了阿强，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。飞机也从头顶飞过，流星也划破那夜空。虽然说，人生对吗？这百科十八点就可以了，开始了。这样子拖可以了。对。讲完了。对啊。开始了。那个碗放一点酒精，放一点水。就这样搓咯，搓这个肉丸咯，你就不会粘手咯。现在这个肉丸就这样咯。OK， 完工，收档可以出档了。一年一次啊，不堪可惜啊。那个应该不需要做了，那个不用太麻烦。那你姐姐示范给你看啊。好了，拿去蒸了吗？